行到中部，你后壁都来足艰苦。不过有两件代志足重要，三碗蛮牛，半罐威士忌。一路的补充，糖分很重要，香蕉啦，巧克力啦，还有威士忌、泡维他露。很重要，你蛮牛，你可以靠不热乎，靠这糖分太多，搞不好你看体能的不足。再来说，后面那一段呢，排26号线，是挑战性最高。